大家好，我是中山。新しいね、変身的感觉。为什么？我每次是这样子啊。是吗？对啊，对啊。那个爽快的呢？我变。应该翻倒之后，所以它比较变小的。对。一点点而已。恭喜。好。今天我来到台中的。欢迎来台中。哈克。加州寿司店。加州寿司。哈克加州卷。对，哈克加州卷。The California Roll 的店。对，我很久没有吃，但是我在澳洲，我就在澳洲之后，因为我有一些朋友是在那边，就是在那个加州卷店打工，所以我对我来说比较习惯。那你呢？我也是，我以前就在美国，然后那时候我常常吃的是加州卷。对，真的。对啊。很多的误会，日本人一定会不喜欢，不能接受加州卷，不一定哦。其实我非常喜欢。我也是。啊，好吧。今天我们吃的是什么？什么？对啊，看一下。那介你介绍一下。Hello， 欢迎来到我们的虎虎加州卷。Hello， 你好。你好。那我们这边的点餐方式呢，就是我们的。招牌，就是我们的加州卷，然后上面呢有我们的，比如说我们的名称，我们老板呢就是希望说，加州卷是起源于加州嘛，那我们餐点的命名呢，有时候可以带一点加州的，比如说球队啊，棒球队啊，或者是加州的影片，对，这些地名什么圣何西地震啊，迪士尼乐园啊，都源自于加州，那刚好可以和我们的餐点做个连结，这样子。对，那你们点的时候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的加州卷。再来的话呢，就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的综合卷。综合卷它的好处就是，它每个口味你们都可以尝到。哇！对。我想吃这个嘞。哦，这个的话我们可以吃很多。对啊，就可以吃很多口味。很便宜，240。对。全部。对，就是一份就是240这样子。对，所以说。比起单点的话呢，可以有更多的口味的选择。对，那到时候你可以参考看看这样子。好，谢谢。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，比如说我们的配菜啊，生菜的系列。比较特别的。对。因为下面有 lettuce。那再来的话也是可以点我们的汤品，还有我们最近新出的冻饭系列。对，然后它的分量就比较大，适合男生。吃的很饱，这样子对，然后它还有附汤，对，可以参考一下。那后面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些甜点部分的话，就比如说我们的糖洋鸡呀，还是我们的糖心蛋，你们都可以做参考这样子。然后当然后面的话呢，吃我们的加州卷，可能日本人，我不知道日本人是吃寿司喜欢配什么？配什么？查一下，配。有吗？配酒吗？还是那个什么味噌汤？味噌汤啊！但是日本吃寿司的话，应该喝比较清淡一点的汤，应该不像那个味噌汤那种的。对，应该汤的颜色是透明。比较清淡一点，喝里汤类似的，蛤蟆汤。那我们这边的话呢，美式风格嘛，就喜欢配我们的软式饮料。真的。对。你看，可乐、雪碧。对，软式饮料还是我们的酒类。平常和好朋友的话，就可以喝点小酒。你看。超美好的。我这边只到这边没有一个。那个可能是我们美术。没事，做错了，对，不是，小碗很天气，但是他不能喝酒，因为没事啊，不是日本。那我们这边的话呢，我们的装潢都是属于走美式开放风格，对。那你们点餐的话呢，因为我们的服务的话也是属于半自助式的，所以说如果说你们要点餐的话呢，到自动点餐机去自行点选点餐，对，自己按，对，然后到时候呢。那么就会收到订单，就会亲自帮你先做。OK。对，那你们稍等一下，好，等下就帮你送到餐点。谢谢。哇，好特别呢，自己点餐。是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最近好像在国外的那个麦当劳自己点。好像是。真的。我没有试过。我们试试看。里面的叫不好意思，这个吗？对。来，点你的份数这样子。哇。好方便，然后下一页是这个吗？对，它有很多页可以选。哦，
这个是 combo menu 吗？ combo 那个套餐的部分。哎，就综合了。综合的部分。你的推荐是这个吗？哎，我的推荐是加州大地震。这个吗？对。然后上面的话，你可以选什么？哎，点心啊，什么？哎，对，这个配菜啊。哇。你可以选择。然后。东方就是我刚才讲的。哇，很丰富的，那就是小点点。小点点。饮品就是你刚才看的那些什么酒类啊，或者是软性饮料之类的。我们还有做外送。哦，面外送面的。すごいね。お腹空いた。じゃあ食べましょう。いただきましょう。イエーイ、いただきます。介绍一下。はい。这个是 Lakers。Lakers。180的。180块。すごいね。真的很便宜。对啊，180は本当に。在台北的话，超过300左右吧，是吗？250。其实我这边没有一个人去这样子比较厉害。啊、对寿司店。哦，来了，来了！大地震！哇！小朋友，谢谢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、こうやって見せようか。うまそう。見てください、皆さんこれ。美味しそうだね。サーモン、サーモンとカモ、焼きサーモン、カモ、ヤロー、あとニューロー、ノロー、はよシャズ、シャズ、やばい、いただきます、いただいちゃいます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いいですかいただいて。じゃあやっぱりレイカーズ、レイカーズからレイカーズでしょ。レイカーズ行きます。これつけるんだよね。で、そうそう。So, 我今天才知道，好像加州卷，对的，加州卷不要加酱油。对，我也第一次。对。嗯。美味しい。美味しい。うま。好吃耶。嗯。来吧。这个挺好吃。嗯。嗯。すみません。ちょっと食べたくなる味これ。我一直想吃。但很多。他们我很喜欢鬼。那很不客气。那次一口吃，食べましょうか。嗯，来吧。何から行く？僕が好きなのはヤーロー。ヤーロー、じゃあどうぞ。私ニョーローから行く。はい。肉食と肉食で女子肉食女子いただきます。うまい。うん。ちょっとスモーキーです。うん。タレが美味しい。ジャン。うん。ジャン偏好吃。うん。このサイズもいいですね。うん。あんまり大きくないから。いっぱいさ。いっぱいいろいろ食べたいとき。そう、一直吃同一個口味的話，应该比较なんだろう、全部食べるとき飽きちゃう。うん。うん。なんかすごい美味しい。ちょっとエビとサーモンとかどっち行く？じゃあサーモン。じゃあ私。出しますよ。こうやってやる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これ美味しい。うん。多分ちょっとわさびの味がする。この上のところですよね。わさびマヨネーズ。うん。美味しい。うん。
これペロッと食べれますね。もっと最初見た時多すぎると思って。全然いけるでしょ。全然いけるでしょ。全然いける。お腹空いてるんで、じゃあ食べるのに集中したいと思います。